就是有电脑就好了。可能是跟你爱玩的游戏类型有关嘛，就跟我一样啊。对啊，就跟陈暖差不多的感觉。他的游戏类型嘛，就是那种动作类的。开，没有绿灯亮起来，绿灯亮起来呀、啊，红灯按下来，红灯按下来呀、啊，绿灯也按下来，绿灯按下来呀、啊，宝宝吐起来，哦，宝宝吐起来呀、啊，大家狂尖叫，哎呦，八点了，八点了，八点，嗯。啾啾啾，烦死了！不要自己回应了，回应了，回应了，揪起来！揪啾啾啾！今天这边还没有更新，没有，作者战斗起来，作者在偷懒，作者只更新他自己的样貌，不可以，不举箱子了，不举了，手酸了，举了也举好几年了，手酸了，大家都回来了，哦，变回来了，剩我是不是？只有你还举着，只有你屹立不摇，厉害，屹立不摇，你不棒。那我们可以来玩一点、啊、越战越强啊！好久没有玩特殊模式，迪叔你在干嘛？迪叔，这就是血越少，你的力量就会越高。好，所以你可以就先当沙包被人家打残，然后那你就可以变成铁包把他打爆，好吗？哎，那我们就来随机分队，昏了啊，没有沙包打，嗯，昏反呢？你就打那个会吐的，把他打到吐。攻杀回就各奔东西，好好，好想睡觉，咦、欸、好想睡觉，对，关注我们等一下第二场很酷的哦、嗯、很酷，地形吗？哎，对了，哎呦哎呦哎呦，因为还想说要不要第一场，还想说还是算了，等第二场，听起来怪怪的，哇哇，我刚不要害怕，对，是跟你对，是跟你对，跟你一对，没事，韩景没事，我们一对，我们要选什么？越战越强哦，血越少越猛哦，他们都选贵族哎，对啊，因为什么？其实血比较少吧，额外不要额外护盾不是吗？那不是血量是额外护盾不是吗？哦，而且一开始就等于是有力量啦。因为一开始血就低于十八了，对啊，不知道哎。这个要选贵族吗？这个想法、啊、是蛮酷的，是蛮酷的。那我要选骇客。哇，骇客骇起来！你们选什么？结界，骇客结界。迪叔，你别结界啊！你别结界啊！观众想再结界就好了，你再玩结界你会爆啊！哦、啊，你可以贵族或矿工啊，任君挑选。矿工啊，还是爱用脚。现在刺客，现在不都是淘金者了？谁在当小小矿工哦？你刚讲矿工、欸，你、啊、不是矿、啊、工有两种啊？哦，淘金者更厉害。他现在还没乐福，当红正 hot hot、嗯、那我也来贵族挖吗？感谢封建的超级留言，好，然后来看，哦哟，我们五个不同哦，他们五个都一样，哎呦，全贵族，贵族就看看五贵族比较猛，还是分散式的？哎、欸，他们的贵族应该不会互相吃到那个两颗血的。所有人都会，但是他们吃不到，就是在贵族旁边会有个效果，哦、那个东西吃不到。哦，抗性回血，所以他们等于是没有抗性回血。对，是这样吧？啊、小傻瓜！他说：“为什么没有回血？我怎么不能回血？没有抗性啊？对，抗性给抗性的，抗性没有抗性哦，他没有抗性哦。”嗯。那我们就切豆腐，我想说好，我们就放加速再跑就好了，冲过去直接砍爆他们。
有都不 OK。我没有回，没回，没回。OK， 狗狗在考虑。狗狗，狗狗，最后换脚有没有？狗狗，还是他们禁止全屏频道那个啊关闭？他们禁关闭了公开频道。Go， 有有有，走起，好喽，走起。皇家宝剑，走喽！宁家，你母亲宁家，自动跳跃，自动跳跃，我的天，跳得开心！不要，我不要，那走到木头旁边，直接跳到第二格去。干嘛，林叔？你是不是故意害我的？是，他是人来了，人来了，是有人来了，我跟你讲，有人来了，谁来了？这么坏，杰瑞团团，哎，哇，好痛，好痛，好痛，士气高昂，哎呦呀，哎，嗯啊，哎我刚刚往迪叔那边砍过去了，啊，修啊！欸、我刚刚看着迪叔，然后一直砍他，很想砍迪叔。你干嘛砍我？绿色，绿色，绿色，我们是绿色。好好好，呱呱呱呱呱呱呱！我要为你们掏金呢、欸。啊，先掏铁。好。啊，那个啊，附魔台掏不掏啊？只是掏到一半被打、啊，你看，人又来了，哎呦，又来了，哎呀，贵族细飘飘了，我来掏了，好，他们在附魔台那里，走了是不是？啊，掏起来了，他们还送四个黄金过来，哎呦，好好哦，原来是送幸福的部分，黄金好像是就是他在贵族旁边杀人的话，他们会获得黄金。哦，没有，已经变我的了。我秀给他们看。哎，哦，秀。没事没事，啊呜啊呜，谢谢啊，谢谢帮我。哎，我死了。啊，我的贵族之剑没了。我没办法，燃烧他们。秀，要不休息啊？他们只是开场比较强，因为他们开场会烧。过来。好不行，好像不行。过来，很小，打掉对手。过来，他剩一滴血，这么少。有，剁了，又送黄金，又来了，黄金越来越多了，七颗，又来了。我来了，绝了。等一下，哈基，你不要去中午了。哦，对不起，我走了。你要晒到太阳了。啊，太热了，我不想出门，我要回家宅啊。原来你那个是肥宅啊。洋芋片的。洋芋片的。东西。肥宅要吃洋芋片。快乐还要喝快乐肥宅水。啊、对，我冰箱好像还有耶，快乐肥宅水。哎、欸。李叔都喝快乐肥宅水。喝四千公升，没有，太多了吧？需要铁，哎呦，狂挖！有，你直接挖到我身上了，很棒！哇、啊，迪叔你好猛哦！怎么了？我怎么了？你可以直接挖到我身上？什么挖到你身上？你挖到我身上，我马上穿着裤子跑掉啦！我觉得怪怪的。嗯，我做个裤子不行吗？可以。我跑掉去挖木头不行吗？可以。我觉得迪叔怪怪的，好恶心哦。我等一下票他，票他，先票他。哇！哎，对 ，TNT 拿了吗？我拿了，有，刚反翻。噗的过去拿，那他们的拿了吗？没有，我不敢过去，那边都是疯子。那边是疯子。哎，啊，我看一下，啊，我都知道怎么玩了。胸甲鞋
椰子放进去、哦、有了有了佳佳迪叔你自己也要做嘿你们先穿我不重要你很重要、啊、你死掉他们你等一下被刀了有没有东西就变他们的了那我们就会怪你、哦欸一群人一群人就来了我先跑了迪叔里面的铁你先拿他们等一下说不定会来偷好出盾牌好我来了哇我现在是被我小姐我有用了我烧他了迪叔，怎么了？你赶快挖金晶石，那个绿宝石，挖地道。好，哎，我跟团团互相在地道互砍了一下。哎呦，过来！哎、欸，挖地道过来了，犯规！修修修，这是什么？加速加速！血扫，你们血扫跟我讲，我也可以啊。啊对哈、啊，血量越少，力量越痛。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啊！我想说，我有设定力量吗？哎、欸，忘记了。团团力量，团团力量，团团快死，团团快死，死啦！我还获得他的剑。哎呦，获得他的剑是蛮耐的，我就却买的啊？没有，不是买的啊。他挥很多剑还是蛮耐啊、哦，他一定有第二把剑。哎嘿。拿很多剑，我们地道战啊！李叔铁够了，我们就要黄金绿宝。有，我在挖的。有哈，我来帮你放。你们要多少？欸、他过去找你，欸、快跑！你快跑！你会死！你会死！你会死！虽然他们都在看我。啊！我要死！我要死！我会死！我不会死！我会死！你会死！到底谁会死？到底谁？不是，没事，还是我跟他一直永远举着盾，他要回去找你，他要回去找你了。啊！哇！发现力量猛猛猛出来啊！猛猛猛！哦，可以。可恶，他们都，我要把墙盖得更高。盖高墙，让他们再也过不来。你不要那么贪心，你留个给我挖，你这边挖很快，你忘记了吗？我忘记了。不要，这是我的墙。你挖三角形，你挖你那边的四个就好了。来，给我挖，给我挖。哎，没烧到，没烧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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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到团团。好，留给你挖，我继续挖青金石啊。就是快灰就好，主要只是要烧到他们而已。打地鼠，打地鼠，干嘛？怎么了？打地鼠啊！哎哎，说，哎，吃面包，吃面包，哎，太霸气了！烧到小叶，小叶要死了，现在很痛，他现在很痛，小叶被烧死了，小叶被烧死了！哎呦呀！小叶剩一滴，小叶剩一滴。不行，我的墙还要更高。哎，他过来了，我烧他。哎，还有一个团团，我不行了。我走了，我已经离开了。原来你已经离开了。你就放我一人。我钱喷掉喽。什么喷掉了？铁矿金锭啊。哎，对，我的十二个黄金也喷了。哇，送回去了。有人跑了没有讲？我一直相信着他机会陪在旁边。我觉得我也是。我来去玩一下嘞。哦，好，我去帮你骗了。站离都不说，就尿急嘛。尿急要喊一下。好急呀、啊，要尿出来啦。可以，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了。
是。那迪叔，你看又不来挖了。我是在找东西要放哪里，可以藏起来。藏起来哦，找个地方藏起来。啊，藏要藏好哦。好，不要被别人发现哦。被发现我们就没了。好，那你藏东西要藏多久？好难哦。那跑去好远哦，你何必呢？那我要藏哪里？哎呀，开场马上挖！哎，有人杀我，有人杀我！小雨在金矿洞这里。金矿！哎呀，买了。买了，剁了，剥剁了，哇，剁的好，剁的好，耶！东西拿回来了，我迪叔也战胜了哦，迪叔666，这小哥你赶快去玩，我要去买食物，我要去买肉。喂，你打死这里还有一组的黄金呢，现在去存起来。应该是我掉的了，你掉了，然后他带着这些过来，来归还，他归还了，他来送回东西的，来物归原主，他见底。间谍回来了。间谍模式。等一下，换个位置，换个位置，想找换个位置。来了。为什么地底是空的啊？我挖空的。哦，放上面这里。我要死了。哦不，你怎么死了？我被两个围哦。你要讲啊！我也有说，你要被打前十秒讲，我们才会跑得过去。打前十秒，看到人影就要先砍了。我被打了！你感觉他们要来了，你就要先说。你们好野蛮！来了！在哪里？来了！在商店区有两个人，外面有两个人。我来了！小雨跟 Jerry 什么都没穿。这女生都没穿，不剁他，剁死他，剁，剁，我剁不到，剁他，我剁死他。他们两个回去喽，小心。好。你是不是可以赶快挖？前面交给我们。好的。为什么你还在挖底啊？没铁镐了。你可以挖一组铁备用，就把它藏起来。好。你们也要去挖，可以说我就可以帮你们啊啊好啊啊，因为你的啊不舒服，我的比较舒服。好，中午了，我是废物。啊，我们都知道了。神刀，我拿着。红玫瑰跟他讲，我是好人，不要打我。我来种玫瑰，超精准。你在看工作台看那么久干嘛？哈？你看工作台看了30秒啊，你在干嘛？我在做铁镐啊。铁镐很难做、啊，铁镐做30秒。铁片呢、啊？铁片。铁剑。我种玫瑰。那迪叔这边外面有两个人哦。好，我要跑了吗？还不用，等一下就要。我先下去继续挖地洞。阿敦，你骗人。我又收回来，不要欺负迪叔，沙包只有我可以打。这里离开了，这里感觉就只是想要骚扰，我就打他屁股，叫他回去穿上衣服啊，别在那边裸体了，不要乱裸体乱跑、啊，各种裸奔，不要裸奔，那就要去偷挖了吗？对，我正在走，我在盖密道。有、哦，
偷偷懒得去吸引。那不是左上角吗？那是你吗？为什么土生要副手要拿着面包，他还在倒退路？我觉得怪怪的。哎、欸，他们换职业了，那个团团骑白马。哎呦，那个快失手了，这里快失手了。啊、哦、啊！修，怎样？你在哪里修？怎么了？门口，门口在打架，门口在打架。团团从右侧准备突入了，我先烧。哇，没有。门口在打架。可以烧他嘛？我可以烧他嘛？小雨在拆我们的城墙。团团也是，把城墙盖回来。哇！有需要阿跟我说哦，这个速度，哦，烧他马，烧他马，我马烧不起来哦。小雨，小雨，可以吗？可以吗？啊！剩团团，哎，他退了。我刚渡他的马，没，好像没烧哎。嗯，团团烧起来了，打到叶子上了。哎呦！哇，我盾都快爆了，再做一个。迪叔刚刚活下来了吧？有，我完全置身事外。啊，对，因为你根本不在那里。我们打的辛辛苦苦啊、有人在门口，门口有人。还在弄盾牌，换盾牌。应该是又觉得顾家人了。牛排哦，你们可以吃哦。好，看牛排都还在。破盾了，破盾了，走，杀！又烧起来，烧起来！冲啊，冲啊，冲啊！还没骂哦！小雨！冲啊！看我一点八。小雨死了！哎、欸，我也被他烧死了，可恶！冲啊！去拿！又全部带走！哇！继续挖！有人捡到我的内裤吗？也酷，人叫护腿，姐姐。哎呦呦呦！哦，香哎、欸、香哎、欸。这场绿宝石或许很有用哦。什么绿宝石很有用？哦，绿宝石。虚弱他们、啊，那力量几虚才没用啊？为什么有人就九滴血就不想要回满血？你想要力量是不是？你想要力量吗？啊，你们就会有牛排，就吃面包。我是被压榨的劳工、啊、我买的牛排不好吃嘛，对不对？哪里有牛排？給你我不要红萝卜了。给你，哪里有？哎、欸，人，中间哦，来了，好，来了，我来了，啊，他在树上，哇，蜜蜂呢？可以挖了，可是有人呢。可能在我正下方，他没跟到我。有烧到他。好，有人可以引一下。可以从后面来。你说什么？引一下。团团刚是那个骑士。对。他还有。我们冲过去，我冲过去诱惑。啊，好像看到你了。我也去诱惑，我也来了。好，他们都被剁了。泰克来了。他们全部在家里，我来了，被打回家了，都被打回家了。然后我们在他们家门口。喂，猜他们家门口。啊！被发现了！我帮你！啊！你回来！啊！我终于看到彪彪了。哥、啊，我死了。整场没看到他。啊！你们都死了。啊！我也死了，没事，牛排还在啊，裤子又没了，他们就很喜欢我的裤子，又被拔掉了，很变态。我看你的裤子也没了，我的裤子也被拔了，专挑我们的裤裤啊，我的裤子也不见了，哎，真的是专挑裤子、欸。他们到底想要多少个裤裤？哎，我身上换件有七个铁，三个进攻哦。哎呦，好来。哎、欸，迪叔，没事，迪叔继续挖，加油！好，土司喵都不拿盾呢、欸，他也是贵族啊，他都拿食物的、欸。对啊，他想说这样吃比较快吗？我就知道，迪叔就是置身事外一直挖。对，当个农夫。
我就蹲在这里。他们按了，他们按了。哦，团团一在顾家啦。哦，团团，然后团团跟波波在顾家。其实顾家，可能还屯马吧。嗨嗨，我你在跳恰恰啊，凶，很凶很凶，哦，你想试试看，我想试试看，很凶很凶很凶，哎，很凶很凶很凶，哦，带走，哎呀，快跑！哦，那个、哦，他们肉势加成哦，他们肉势加成哦，哎，每个人一个大奖，哇！我有看火、哦、大将啊，那个波波有三卡几，波波三卡几，哇哦，好想要好想要，打他，赶快打死他就有了，他们中间有点多人，哎、欸、你发光吗，哎、欸、对你发光，哎、欸、我刚挖了一下哦，哎哎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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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退了退了、啊、我以为是 R 的机会，绝对是绝对是十一个，好，小雨快死了，小雨快死了，打波波，小雨死了，吃饭睡觉，打波波，波波在哪里？还在那边电什么电呢、啊？哇，只有角角在那边盖着奇奇怪怪，走收工收工，哎、欸，我还没收工，走，各位同学，我的东西藏在厨师的后面。厨师，我想说你的东西放在厨师机，嗯，PS5了。在厨师有没有？湿气太重。四个人在前线。哎呀，家里就一个哦。家里有一个，这个有你的，懂你的，对。啊！痛！可恶！虚弱他们，哦，他们发光，他们发光。哦，打出来了，烧！我前面都在烧。我按一下，我按一下，先我。波波进来，哦，他又走了，波走。波，哎，对，优先，还敢游泳啊 ？biu biu， 还敢游泳？呀，掉了，掉宝！打到宝了！哎，你们捡到！快走！打到！哎，谁？超级战神迪叔，迪叔，宝宝，战神。对，迪叔，你可以战斗。迪叔，我们去前线，附近会有那个。迪叔，我们前线点。哎，哇！打，先打宝宝，先打 biu biu， 把他打掉，他们那我加攻击力，我加攻击力。好，哟，没了。宝宝也太硬了吧！他战神。打土司喵如何？我武器打到爆了。第二把。你不打没扣血啊？他没怎么扣血啊？迪叔在后面三叉戟。迪叔你，不是迪叔进去一点，进去一点。过来。迪叔，迪叔后面。时间快到了，我这，波波在我这。对。迪叔快点，时间快到了。迪叔快接巧克力。对。没战神还敢嚣张，没干死战神，再嚣张想跑，是，烧死，没烧死，啊，好碎哦，走了，好凶哦，直接四川，感谢 BOBO 提供，对，山楂鸡，提供好的字幕哦，可隆巴米哇，赞助。人真好，嗯，食物。你看，刚刚是不是都没看到哈记啊？哈记，因为我在正太下面这边有牛排，上面也有藏几个。哦，我们没参与到，好可惜哦。哎呀！打架！多换一点燃烧剑嘛，你死了。打架！被打死。我怕团团太无聊。给他有点事情做，难怪他们都哎，迪叔，你后面有一个土司喵啊，坏蛋！土司喵，小心！还有个结论，不行了，来了，
手接了手，你伤害好痛！彪彪彪彪，我帮你啊！哎，不行，我没有啊！哎，死了！哎，上面上面！哎，这大家我小雨我在黑，我在黑，我看不到。好的好的，哎，李叔东西捡到了，明显李叔东西捡到了，他是不是杀人了？李叔是不是死了？就知道啊！我捡到，我捡到，我捡到了！死了不讲哦，偷偷摸摸。他只会哎。小雨、啊，小雨怎么会发光？原来是有人惨遭毒手。他们又来了，门口门口又来了，又是一群了。好，来不停哎、欸，三只三只，我是疯子啊！哎，点名啊！李叔点名，李叔点名。回家回家回家点名回家点名，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啊！他们打进来，他们打进来了。我去，石膏怎么办？你为什么是石膏？我有长铁、啊，我正要做。我框掉了。点名点名点名，回去点名回去点名。你炸掉了。两位点得到吗？可以。要点谁啊？哦，回家回家，到核心到核心到核心，就在这附近点就可以了。我应该点到吧，等一下、哦，我来了，我还差两个人，我在外面，啊、我在缺一个，缺一个，缺一个，我在气球上，我来了，哇，被雷击死，我的我的我的，谢谢谢谢谢谢，差点被电死啊，直接雷死了，我把他打残，然后跑掉，劈死，我的天，直接劈死，天打雷劈啊，皮诺可这个直接电死。真的电死了狂狂狂有绝招促进器了，等一下就可以啊更快，这就偷偷摸摸的潜进来了、啊、想干嘛，我要偷偷摸的潜进去矿工矿工区矿工区矿工区，你输，我你又我死了，你没了，好我来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没事他先死了，我帮你按一下，我跑，土司喵，我来了，我来了，好了，好了，源源不绝啊！耶，枪试一下，耶，耶啊啊啊！可以吗？可以吗？啊！哎，这里跟土司喵又来了，我要关起我们的大门，我要做一只金镐，我要去玩。嗯。李叔，可以长跑中间的河下面挖钻石。好啊，挖的话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好，桥下吗？对对啊，而且你怎么又在挖铁？是你在找黄金吗？这里我都没有酷酷了。哎、欸，飘上来哦，我不想飘上来哦。是 biu biu 是 biu biu， 他进你的鞋子还没脱、哦。这里退走，退这里退走了，波波落单，看看杀。哎。来了，打架喽！快点！水、啊，我、哦、这里有回来，经验喷泉，是了，哦，中间大量经验。啊，我没掉什么，那、啊、我们在发光哦。没有，是因为刚吃到那个结界式的效果。哦、我想说，我怎么在发光？哇、哦，他们很凶，很凶哦！来了，来打架了。哦，五个，四个，哈基，你还在不在那家？我不在家呢，我他们都在前线，我砍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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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了，啊啊，我这啊，我死了，我也死了，哇，中间他们太多人了，我们敌出三打四，对，三打四，没办法，矿又喷光了，不晓得在哪里啦，矿又喷光了，哦，我还在做装备呢，你太屌了，好不好？你这样我不想保护你了哦，迪叔。我都死这么多次了。你看我死这么多次吗？终究只能中间可以挖钻石啊，中间可以挖钻石。你快挖，我们靠你，快点，快点，你去挖，你去挖，他们不在。去挖。挥中。我可以来吸钻石哦。挖绿宝。我可以来吸钻石。他们过来了，快点挖！他们没有，他们在我这，我都给你。哪里有钻石哦？水下，水下。
秀给 BOBO 看啊。你怎么玩那么久？我有人看啊，你可以走了，三加几玩啊？一颗而已吗？对啊，一颗而已，三十秒一次。来给你。给我干嘛？走走、哎，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人来了，打架了。等一下，那我先做装备。三个人哦，三个人。好。彪彪目前一个而已。装备都爆光了，我坐一下，等我一下。反应退一下，反应退一下。对，第四阶段死了会扣哦，开始会扣了哦。我按了，我按了。他们先打我，哇，被砍死了。家里还有一个，是谁？彪彪，阿基行不行？哎，我把稿子丢出去，抱歉啊，稿子。啊没事，谢谢。哎，到底。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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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哦，把他们的附魔台送他，送他灵魂碎片。可是我换了他们附魔台回来了，好像蛮划算的。啊！我回不去，我回不去。来来来来来，这里的地方帮你，我回不去。喂，小雨死了，多打。喂喂，啊！睡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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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睡啦！睡个睡个，你全都没有。我绑定裤子跟绑定帽子，靠你了。我也绑定帽子。对，哦对哈、哦。而且那个我们刚刚都已经打了，被打架了，所以现起了，真的是他进你啊。哦好，对，还有那个、啊、没有在战斗的敌数、哦啊，他全程发光啊，他全程发光。我真的有战斗。你有战斗啊、哦，只是你没有被打到嘛。对，你看我又换了两颗钻。我们就是还在战斗，你就退了。杰瑞斯，喂，交棒交棒交棒！哎呦，三加几三加几！我来了我来了！哎呦，都让他们烧起来了！我爆死了！所以，可能是换到骑士以外的职业了，他应该是变守护者之类的。哦，是哦。他也在换职业啊！先不要靠近，先不要靠近，等他们。他是想要屁王。预备，我冲了、啊！很好，随机的啊！破盾，杰瑞破盾，可以打啊！烧两个！悠悠直接过来看我，进到了，他进到了，他砍速度，他进到了，我到了，可是哇，未进、欸、啊！你在挖了啊？欸哎，哎呦，我这边都砍死，碎啦！加油！不要啦，团团不要啦！啊，团团不要啦！快了，告！告！我还打到贵族帽子。哦，没有斧头了，我的斧头。有分了，都送人了，又来了，我来了，好痒，好康，谁哈基？你可以挖抓痒，抓痒，家里可以抓一下，有了，抓了，碎啦！啊，还有变七十八 D， 哎呦，你这样子很七十八 D 哦。左边啊，他们跳进来，左边要进来了。哎呦，我烧到那个小雨。哎、欸，打脚脚 ，BOBO 来了，解决一个，干掉 ，BOBO 啊，还想打架、啊？小优死，邓杰瑞，哎、欸，有，啊，我可以把他烧死，我的头盔不见了，我按你们，我没得按，我敌属杀人了，杀人了，哇，再也不是沙包了。哇！会打人的沙包，会打人的沙包啊！铁包，人哦，金矿哦！我们退了，等一下，来了！你藏在这？哇！一堆人呢、欸！笑死！哎、欸，他家没人呢、欸。对啊，他们都一直猛冲啊！他！等一下，他是屁王吗？也不对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受伤？
啊！笑笑我操啊！你没死，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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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坦被召唤师啊！召唤师会怎样？就是有召唤师啊，有怪啊！哦，召唤师哦，很久没出现的职业了啊！铸金器，铸金器，我们是不是没铁了？铸金器，对，没有铁。有打到一些残装啊！你们箱子在哪？箱子在里面啊！对啊，我们箱子在那个、啊、里面啊，核心附近的箱子旁边。你找到箱子就找到了。随机一位交换哦，交换哦。是谁？谁这么衰？我把东西都 Q 出去了。迪叔，迪叔跟小雨，迪叔你在哪里？小雨在家里面。迪叔死掉了。干什么？小雨干什么？回家。小雨掉到哪里啊？小雨去了。哈哈，摔死了。陷阱洞。真的起作用了，你这陷阱洞太猛了。其实那个叫做垃圾洞了，也是垃圾洞。哎呦，我丢垃圾了。言下之意是你刚刚把一个垃圾丢下去了吗？哎，我没有这么说。哦，好大一个垃圾！结论来了，结论来了。哎呦，剁掉，剁掉，剁掉！波波进来，波波进来，家里面核心。BO BO 裸体，我你被他干死了。他这一滴，我刚刚在回血。哦，坏人，坏人，小鱼来了。坏人，坏人。有，我可以啊，我可以啊，等一下可以啊。啊！啊，对啊，对了，李叔，你的帽子，我先跟你讲一下、哦。我知道，我要去戴帽了。喂，烧死小雨，烧死小雨，烧死他！买技能书。小雨啊，没有贯穿成功，可恶！不行不行，我要贯穿小雨。波波进来了，波波进来了，好，贯穿小雨。哎，阿妈，我帮你啊！没事没事，活下来活下来，波波吃了。怎么坐在后面？你哦，我的盾牌快爆了，我先回去修一下。好，修一下，修一下。坏人修，等一下。刚做了蜜蜂串烧。哎呦，这个波塞顿真好用啊！到底是谁给的这么棒？我们的间谍啊，那个我们的间谍啊 ，BO BO 啊！哎呦，门口有两个人要来了，口袋破洞，口袋破洞了！哦不，我的技能全掉了！BO BO 来了 ，BO BO 来了，好，我来了，小野进来了，哎，贯穿，烧一个，杰瑞斯。好、啊，这有速度，我们有速度，利用速度绕圈圈烧他们。速度，哎、我摆在里面了哦。我们他没穿衣服。要死！我死！我死光了！我死！直接锁定波波砍下去。请分些技能给我。然后放枪，放枪！我读书读很多。哇，怎么那么多宝啊？哎，只有一本。35颗绿宝，那我们去买那个、啊哦，让他们增加罪恶。要来了，要来了吗？要来了，要来了。来了，左边，左边。请问我的技能在、哎、增加罪恶值，我看一下。哦、他们从左边进来，然后从我们门口出去了。罪恶至极令。哎呦，全部70、80哦！喊了他们冲进去挖，砍一波，砍一波！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力量！呀呀呀！小雨，小雨，小雨死了，好走，波波，冲冲！我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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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正义无敌！我按一下，我看一下，还没办法按，无敌哦！让我回去拿，我去拿，我去解。你们倒跟我讲。我们先冲，我们先冲。怎么只剩我一个？我在后面，在后面。啊！冲冲冲！走，剩团了，剩团了，哎！快，还有。反星的可以吗？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说解的可以吗？我来打团团了。哎，碎碎碎，李叔继续挖。对。哎、好了、哎，挖起来。我没有搞，我做。冲一波，冲一波。哎，又无敌了。这么他们有活的？
团团现在活着，团团不是吗？团团不是应该刚上去啊？哎、欸，对，起死回生。我想办法，我要先为什么换绿宝、哦？那个奖励啦，奖励奖励哦，弱势奖励奖励事件。哦，这个刚好哦哦，阵营破坏又破，我要破两次。波波火来了，波波火，小雨回来了。都回来了，我的信都呼信注意，我信注意，全台去加油！哎呀，加油加油！波波来了，波波来了，没办法，没办法，他们下去了。东北，有有有，玩的头啊，玩的头啊！你们三个，我在撑着，你在继续撑着，我追他，我追他，赶紧跑！耶！啊，冲一波哎，哇！他们都在看你，在旁边偷啊！全部都是你注意到我这边。主持人说：“是雨月，雨月在挖。”我没有，我只觉得盾我没了。他举着盾怎么挖？怎么挖？上去，上去，上去！对，是会实验的。说什么说会实验？职业对不对？哎、欸，巧克力，我真的觉得你那个时候一抽就中屁王之天赋。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屁王，屁王，我抽了大概起码十几本了都没中啊！我很想当，我当不了啊！那时候他就说团团好像不是守护者，他又换了，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在想要当屁王？我们的目标梦想就是全部人都屁王。屁王啊、可是我们连一个团团都炸不了，所以就没办法。对，投资错人了。没有，我们一直在努力打碎，我们只要一打完了，哎呦，碎片，快回家，赶快拿给团团，他要吃哦。打碎片了，快！打碎片，我们俩发行副本，你知道吗？阿狂中，阿纪你那个、哦、那个三叉戟好好玩哦，三叉戟是谁掉的？对，我的，好是掉的哦，你怎么掉了？嗯，就是被那个 High Chocolate 给杀掉的。嗯，我看到那个 BOBO 马上拿着三叉戟在那边秀，我们说砍他，我们想要给我还掉，再砍一次。有给你，其他人不管了。然后打完之后就掉包了，掉包了，掉包了，走了。哎，好好碎片哦。哦哟，碎片。对呀、啊，给你那个什么交换碎片。哇，二十次。最后你们在打那个云月，我在旁边偷啊。我就看到那土司喵，尤其土司喵砍云月砍超久，然后云月就一直举着盾，我就躲站在角落举着盾，一直蹲一直蹲，因为他举着盾，核心还一直被挖，到底为什么土司喵？你有时候砍不到，为什么？我不是拿盾牌吗？他拿盾牌啊。我去我去，我看底数你有没有杀人。有，我有杀人。有哦，我以为你都只是一个沙包，被打人的沙包。好好好，有沙包做事了。观众团，观众团啊，那个哈记，哎，你那个贵族叙述可能要多加一条，除了贵族以外，虽然我知道你改一段时间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我们有想说啊，来试试看，可是那个时候想说，哎，可是好像有些人说已经不行了，但是我看叙述，哎，没有写，想说应该还可以用用看。哦，对，好，可是贵族身份就没有这个效果。对对对对对，贵族，撇除贵族以外，我想说那时候刚开始在选的时候，你们全选贵族，我们就在。那时候我们就在讲，他们会不会不知道那个啊？他们互弄到、啊，应该知道，只是想要那个燃烧刀，有没有？没有啊，后面他们就讲说什么啊，这好像没有效，没关系啊，我们全部都要贵族回复出血，不管我们就要当贵族，对啊，来哦来哦，这个不得了啊，不得了，等候大家，那你升级的地图来啦，这个很漂亮哦，哦，这城堡哦，哇。巧瓜之战来了，巧哟！不对，你看颜色哦，真的是你，对啊，黄色跟绿色，
不对、啊，我对上那个好不好？西瓜松的、啊，那个冰宫殿呢、啊？巧克力岛国对西瓜，没有啦，可能是因为这边还在夏天。哦，问题、欸，它融化会融化啊，巧克力酱融化，那时候就要对战西瓜工会，嗯，就两个岛国打工会。然后我们那个核心呢，就在王座的前面。哦，哇哦，嗯，他王座可以吃哎、欸，可以下来，可以下来，王座是可以吃的、嗯、哦。西瓜工会啊，对面可以吃吗？嗯、对面不行。哎、欸，可是啊，可是对面是红色的，我发现。等一下、啊，王本来就是红色，你是想到什么？你很神啊？没有啊，不是，你看这边的旗子，这边的旗子很棒哎、欸。对啊，不要去看。等一下，真的来了。我看到这个，等一下会不会又会全部人一直死啊？哪个？你说西瓜吗？对对啊，不会啊。我记得之前就是会全部一直死，不是吗？只要拿到的，有拿到他会死吗？对啊，他那个指令应该没改掉啊。没有，你们谁拿到谁死啊？我拿到全死啊。对啊，这样子你不可以拿哦，你拿到会引起民怨。没关系啦，可以不能站在上面很危险，连站上面就不行哦，站也不行啊，对，好，那所以你复活就要小心走、哦，对，哎、欸，他是站着没事，对面加的吗？因为他是国王，所以没事，没事、嗯，他们补起来就好了。我觉得你等一下把它包起来，太可怕了。核心就在这里啊，出来左右就是有那个商人，然后怎么会流？拿掉，然后顺水流。矿洞哦，矿洞就是这个左右两边哦，商人前面有这个往下，左右都有，哦、好像、哦、下来就是铁矿洞哦，左右都是，而且这铁矿洞一路通到前面就是黄金、青金石、绿宝石、铜、哦、石，洞是连在一起的哦，矿洞连在一起，就是挖矿很方便，很棒哎。对啊，这边前面出来，也就是到前面的最左最右哦，然后有那个围墙，对哦。设计其实颇有美感，还不错，还不错哎、啊。中间的话，任务跟那个钻石在水的那里，小水池，嗯，哦，水像那些怪什么的都掉下去，掉到水里啊，对，都在水里。然后家里楼上就是那个附魔台书柜，嗯，但是这个国家有点抠哎、欸，这书柜好少、啊，自己买。哎、欸，我发现三楼有奥秘哎、欸。三楼哦，我的天！哦哦，好难哦！看这种三楼的奥秘，什么东西啊？好丑！你是跑去看三楼了？你不要回去，还不要看？哦、为什么这里没有？外面三楼呢？什么鬼？我的天！我没有，这应该是一个府。嗯，这里没有，不是这里啦，应该要有啊，这怎么没有呢？没有。哦，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你们看这个棉被秃秃的，都不好说，都不好说。哇塞！藏在里面了。那很薄一层。很凸啊，整个凸凸的那么高，你没发现？哦，你说薄，因为我们够瘦啊、哦，不像你哦。哦。所以它是两个核心啊。对，双核心哦。哦。对，那个一个在王座后面的二楼，还有一个在后面，一个在二楼。嗯。我的天！我没注意到，嗯，发光才看到的。它怎么是三双核心的哦？所以大家要小心哦。哦，走好哦。那我去让观众进来。好、哦哦，这里。旗帜盾牌。哎、哦，刚、欸、刚有什么萌萌的？什么萌萌 的, 萌的？你在讲什么？萌萌的，萌萌的。你说啥？我很想好好讲话。不是啊，没有你，我们听得懂，是说你讲萌萌的，但是我听不懂什么东西萌萌的。对啊，没有，是说什么旗帜萌萌的啊？就哦，这张图旗帜啊，哦，这张图旗帜，还不会以为是什么斧头？不是，不是啦，因为地形很平啊，很适合。哇、啊，旗帜其实这一张也很强啊、嗯？怎么了？怎样？嗯、他们那边，哎、欸，是吗？啊、哦，不是啦，你们说是不是那个血就是其实就是在暗示？没有、啊，我刚刚就有说，哎、欸，那个不。床上面有血，可是两边都有血啊，两边都有血啊，对啊，对啊，两边都有血。如果那边是冰块的话，就不好说了，应该是冰块，要换材质好了。冰冬天，怎么了？怎么笑这么开心？可不，它没有冰块。
你可以加一下、啊，你偷加，加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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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把他的那个石英柱换成直接替换成那个 啊，对耶，直接冰柱，要用蓝冰吧。冰砖就不会，冰砖就不会那个啦，冰砖就可以了。是，好像是这样子对哦。应该是，哎，你们应该下次做一个按个指令，就这个怎么变成冰工才对。还要花点时间啊！快！迪叔傻呆呆的看着我们在做坏事，他说：“这不是我做的啊！”就要换的，他拿着太换了，太换了。你们看错了！哎，破掉了，破掉了。我们两个太有默契了，等一下。差不多，差不多。好，我们赶快想一下。等一下，把那个，那个，不行，把那个啦，屏障打掉啦。谁打掉的啦？可是喵吗？旁边没有屏障啊。他们有啦，他原本有啦，原本有屏障，只有这里啊，只有前面。对，只有前面的没有。侧面没有。前面那是那个重生点。对，可是喵，我被爬。哦，BOBO，你现在怎样？你现在是怎样？没有没有，我都在很远的地方看哦。我一 TP BOBO 就看到这一切了，BOBO还算好多了。BOBO，好棒哦，好棒。好，先选请点绿色，让我变落盲。你的变浮空了啦！这样子浮空岛多厉害！不是啦，小雨，你知道用魔力啦，魔力，魔力、欸。那边不能加啦，他们会重生点，那边重生点。我改个屏障，我改屏障。好，我看有没有漏。对啊，看一下有没有漏掉。啊。啊，这是巧克力国了，是，开放明朗，没有，你觉得有什么问题都是 BOBO 的错，他乱盖的，还是这是你们盖的，应该是 BOBO 吧 ，BOBO 啊，天哪，我都不知道哎，我在旁边看到，我刚一开始是在巧克力旁边啊，我刚在旁边看的，我们都在旁边看的，对。帮凶，旁观者不救。哎呦！啊，选职业，选职业，选不是。通常旁观，你刚刚一群人在做坏事的时候，旁观者不能讲话，会被打。一讲话就完了，一讲话就进去。不是你们这样不好吧？你说什么？啊、你那个团体里面一个叫不合就会被当什么异类？我就异，刺客好了，现在是很少召唤师是不是？那我来召唤。哎，那个 Tab 的我的名字下面那个是我兄弟啊，一模一样。超像哎、欸！连头发分边都一样。对、啊，他是我兄弟啊。兄弟喜欢红色哦。对，他喜欢红的，而且他眼睛是紫的。下低下低。哎呀哎呀，对照一下啊！你兄弟、哎、不是 你又不买个耳机给你兄弟？不是啊，你兄弟穿的衣服跟巧克力很像呢、啊，穿搭。哎、欸，真的呢，他跟你衣服超像哎、欸，没有帽子而已。对啊、欸，对不对？哦，繁星领口不一样，他自己看看你那两个人，他做了什么事情？没有没有，什么东西啊？看什么东西？这个诞生了一个这个人出来，那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诞生什么人？并没有啊，我们都没有这样觉得啊。天，什么东西？等一下，你到底在讲什么？你从刚刚讲话就怪怪的、欸，玻璃间，我说听不懂。哎、欸，你从刚刚讲话就怪怪的，你到底怎么了？今天波波说维尼是。
头是反的、欸。是吗？没有啊，哦、没有没有没有，他刚在倒退走路，他的那个头看起来好像跑车哦，跑车，哇，他的头太大了啦，可是很可爱啊，我很喜欢，比例好像哪里不对，再拉一个，很可爱啊，哎、欸，他不要低头，你不要难过了，跑车很可爱啊，太慢来就没了。对啊，等一下就选骑士，这跑很快哦。对啊，跑很快，成为真正的跑车，真的。是不是有人会飘在半空中卡着啊？对啊，有吗？有啊，这有一个，这有一个。JK， 你说像巧克力跟小鱼在进进出出，卡卡的还是？嗯，太卡了就都没啦。他还是扶着。那 JK 你玩不了啦，你不聊了，卡到爆啊！飘在半空中，飘半空中，魔法的，那没办法了，那点魔法的。来，我们这一场呢，掉死亡喷装就只有10%，不会太多，好吧？甚至改少一点啊，这个不会掉落哦。一直杀他们的装备都没有，就很可怜哦。只做2%好不好？2%你还能掉，就要笑你。吓人过，就可以去抽卡了啦。2%，然后你重要的东西才掉，那我也没办法。那有魔棒，所以这个这次不太能够打宝喽。打宝可能会硬邦邦，很凶残哦。可以打矿啊，矿可以会喷出来。对，只有还是可以封锁矿，可以打碎片了，可以打碎片，身上的就打碎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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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碎片。看看你的职业都选择好了吗？三个骇客，我是攻击型的，我是攻击型的。他们啊，看看哦，迪叔掏金者，对，掏起来，又掏，掏。赚钱啊！你刚刚不是想玩那个姐姐四手又变淘金者？现在大家都是淘金者的 meta 了，淘金者挖起来，淘金者掏起来了，掏了，那个真的很神呐！淘金者掏更快，他还没改，大掏特掏，快掏一下，来掏一下，掏一下，掏一下，好，光掏的，哈，现在被三个掏，三掏。要糊了，不然放长了。Okay. 那就 ready 好了吗？得喽，我已经给他们补很多人了，他们姗姗来迟都不等了。嗯，姗姗来迟就走啦。说 ，Go Go Go！ 哎，挤出去了啦！挤到外面去了，他们踩到那个了。有人把我挤到西瓜上面去的、啊。赶快把那个西瓜给打掉！哎、欸，开局帽子喷掉啦！直接2%，你还喷掉帽子？我打掉了，我打掉了，好可怕！错啊！留着、啊。你刚刚这个地方木头再挖一次。我不要，你要挤我，对不对？不是，你直接跑到我身上，好猛、喔！哎、欸，我刚也吸到死。我是召唤师，我很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人来了，哦，他要来打架了，他们要来打架。啊！你干什么去？你干什么去？哎、欸，你们有牌、欸？干什么去？掏金掏金，打不到我是不是？他打到我的马。那个、欸、他打马，他打马，哎呀，好可爱啊！啊，不对，我拿这个石膏，白痴哦、喔，我拿石膏挖金矿，白痴哦、喔，太白痴，太白痴！我想说 ，Jerry 的那运气好差，我身上都没有。马，原来是拿错了。对啊，他可以挖，我看有没有挖太快了，我变新手了。哎、欸，很爱我呢，对啊，怎么那么爱我？他喜欢你，哎、欸，这怎么有牛啊？我刚刚就说这地图不平衡啊，因为有牛跟鸡。对啊，我现在才看到。我们这边有牛跟鸡的资源，他们没有。哦，哎呦，太喜欢我了啦！而且箱子里面有那个哎、欸，盾牌、欸。嗯，你铁矿在哪？奥尼奥，来了，奥尼奥，奥尼奥，谢谢。打码啊，我。
继续挖，继续挖，我想停下来。那个快点，淘金者不要停下来，挖，给我挖，给我挖，快点挖，然后再挖，挖，挖起来，挖，是在这里挖，我在骑着马在那边看。哇，你真的是好像那种在监督的城府大人。你杰瑞，你挖绿宝石，杰瑞去挖绿宝石。来这边看。好了，好好好，领主都在这了，快挖！快挖！挖起来！哇，你已经可怕，你在旁边吸铁吸到这样了，好强哦！对啊，不是啊，我这土砖你喷到我身上，我铁超多哎、欸，好猛哦！他没有是他给你的吧？杰瑞，我不要看到绿宝石哦。我不能在地上看到绿宝石哦，杰瑞，绿宝石被领主大人拿走，被领主大人拿走，我不挖地毯，绿宝石，挖绿宝石，领主大人先拿，那先拿。还记得隐约在监工吗？隐约在监督你哦，杰瑞，不是你要挖，你要挖其他的，你要挖，你要挖别的，你要挖别的。这很，你要查一下，我挖绿宝石啊，你绿宝石啊，你看绿宝石，有绿宝石啊。要不挖两个到三个就回去看绿宝石啊？你是不是嫌我太烦？我要离开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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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小的不敢，小的不敢。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没有压力没有压力。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这里好压力好多在这里看哦。不是啊，你们可以下马帮忙挖，一起挖，一起分享，一起啊，哎呀。可是淘金者挖才有效益，不是啊？淘金者来不及挖，啊、那在第二个淘金者，我自挖超慢，供给大于需求。现在身上有宝藏，还没铁三个，好痛！被打淘金者，开什么玩笑？手术哎！啊，开什么玩笑啊！给你这里，只有我们自己人能打。你把他打死了，我怎么收税啊？哎呀，想要收税啊！哎哎，血狮追着我干嘛？他保护你的。他跟你讲，那边绿宝石还没挖。对，好，挖了宝地，宝地贵宝地，宝地宝也有。哎，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我刚刚换个位置，你看，挡住了。什么？加到盾牌里，激光盾牌，耶！要吗？够了，自己把马打死。这给你。别！有三个，我讲，我有激光盾牌。点点点！哎月，哎，怎么了？怎么了？拯救你了！当我挖绿宝石，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总共是三万呢。我本头强，你是一种职业，好废啊！我们在这边度过第一阶段吗？巧克力，你要不要也过去？我刚才看画面那边发亮的地方，看到那匹马那边走，对啊。马儿走，在这边领主下来挖矿，然后我们两个还不挖，你帮忙挖黄金啊！领主来赚一下钱呢。我需要。哇，这个领主亲身而为，好猛啊！对，体恤民情。为师看到很动容。我觉得我来挖点木头做个椅子好了。不然你明明就可以挖，我是召唤师，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在这里。我是做别的工作的，来来来，靠来巧克力借过一下，借过一下，来来来，这里有椅子，这里有椅子，你可以坐。坐着坐着，我是木匠啊，我是工匠，我是工匠。坐着，旁边坐，旁边坐，我后面空着。就是，反正你怎么还没有铁装？我没人给我铁啊。我给你，来来来。全都被低速给撕掉了。云月哦，是不是不想给我啊？云月，我没有，我还要给你，是低速说要给你，然后故意给到云月身上。哦，你会怎么抢走？我一点不手软呢，一组一组的给。我那我怎么没拿到一组？一组一组，因为都在婆婆那边了。好，来 ，Oh my goodness。我正想又是你，林叔，你是不是想卖我？你好，我还已经卖了，他不是想，付诸行动了。
你现在都说我是什么妹妹变成洋娃娃，然后你看他没有模仿的像你那么像啊。哦，翻唱是无法超越原唱的原著吗？嗯，哦、okay. oh, ，幸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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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我笑成这样。哎、欸，等一下，我、哦、三个黄金呢，好猛！等一下，连续幸运是怎么回事？我连续哇，我连续八次幸运呢！哎、欸，你为什么打我的小宠物？不小心打到了，没有想要看你能不能移架一下位置。哎、欸，我们家楼上被拆走了。我们吗？对，没有啦，那个、啊、那个借符盒而已，我把它直接暂停了。家的附魔台被拆走了啊，啊，没关系，没事啊，我们有很多绿宝石，我们钱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我来收钱了。好，来吧，领主大人，你在哪里？我们给你。领主呢？领主刚跑去楼上，发现没得附魔。你要拿下来这边附魔啊，领主大人。哎，那借符盒声音跟 biu biu 蛮像的。我很怕、啊，那、啊、他就呕土豆啊！领主回来了啊！就往北边，哎呦，有那个隐形的隐形怪客，来来来，这里有很多、啊，这里有好多黄金哦，哇！我发现等一下要抽啊，有两次会，三次幸运，哎、欸，他是凭什么掉下来的？五次，六，七。尝一下，这个太光明正大了。哎、啊，这边这么多人，不用尝了。好了，可以啦。哇塞！哎耶，换位置了，太好了。哇，薛剑剑，你很幸运哦，我身上有七颗绿宝石哦。哎呦，你有十颗啊？我已经五十七颗了。哇，夸张哦！我就少帮你做这五颗。花爪仔，哎，我们有包水饺。差一个。哎、欸，我没有包水饺，我来包。团长一个，有我在补了，有了。还行，我很努力。哎，哎呦喂，好，我要挖石头了。因为我只是把那个门的那个框给它拆下来，把它拆下来用，挖通墙补西墙。对啊，真的哎。好了。有了，快完工了，快完工了！哎呦，好、哦，补好了啊！这第一阶段好爽啊！嗯，啊、大赚特赚呢、欸！我输掉了，阿、啊、基，我把稿子挖断了！哇哇哇！再给我继续挖！换一个稿子，来挖新的稿子！老板，我需要新的稿子啊！然后说这个。他们应该也过得那么爽哦、啊，所以我也觉得应该大家应该都一样。他们那个浓的妆也很可怕哦。你们的帕萨，你的帕萨，老板新的稿子，老板啊，你要新哦新稿子，然后我做，第一阶段要没了，谢老板，谢老板，好了，第一阶段，只要雨月也要是不是？啊！家里。你觉得我把稿子放箱子啊？对、哎、啊，好，我要去了。过来，过来，你先马上过来。不行，家里先守护。哎呦，干掉。好，你只有一个了，好，你只有一个。我去放天眼啦，我有三十个。好，我马上过来。没事，你在这边待了三十个。哦，没有啦，我当他拿箱子里面拿吧。哦，也有拿一些。其实差不多，我身上有十五个。十五个，他进来。天眼我来放，天眼我来放。输。好，谢谢。嗯，不费。哼哼，谢谢。他们也太开心了吧，一直跳。植物，帮大家买植物。又要再转职。可以收集啊，可以收集。可以收集，我等下来转职啊。可以。天眼啊！没事没事，家里附近没事。嗯。哎，我来给。你不要挤过我面前啊！马突然被敲了一下。好饿哦，我想死。叫小鱼外送啊！等一下，你在哪边啊？哎、欸，好多哦，一组就十七颗绿宝石，你们计划省着用啊。好多，我来了，我直接放在这里哦。这边好，这里放饭哦，哎、欸，放饭这里啊，好多好多哦，放饭哦，好放饭。对，它这是塞满的，哎呀，箱子不够大啦。大箱子啊！我来做，我去买柜子。我来做，买柜子。小鱼，那我请啊。这个幸运山是有点强。因为我刚在附魔。哦，
哎呦呀！哎呦，我需要你们高等的帮我付这个东西。哎、欸，看后面一个，有一个来了，有个坏人，坏轮，坏轮，超过去，血丝超过去，然后想要咬我是干嘛？哦、一直有空跳到我身上也太开心了。对啊，疯狂跳哎、欸！我看到烤鸡，找我怎么玩？嗯，蛋糕哎、欸，家里有一个、哦，那个谁的后面，那个谁的后面，我看到了。哎、欸，忘记我叫什么，因为太远了看不到。你穿着衣服，不要打码啦，没礼貌，很没礼貌，速度加30，不要打码。没礼貌，打码没礼貌。哇，他们的巧蝶好高哦！哇，怎么可以打码嘞？30，多五颗星。对，他们桥这样子好难走啊！是谁做的桥啊？怎么做这样啊？做很他们做的吗？哎、欸，他是自己摔死哎、欸！他们怎么自己跳下去？他只想要来回旋跳打我啊！每次抽奖，抽奖。啊、有人也在抽起来了，谁？不是你吗？刚刚在呼喊抽奖，抽奖喊啦！不是，刚刚有人在呼喊抽奖，抽奖。那个团团说想要那个转职书嘛，我这边有2本啦，好不好？啊耶！哦，用心良苦啊！我都是为了抽转职书嘛。耶！你在哪里？我给你，给你2本。哎、欸，隐形药水，有人要吗？隐形5分钟，给迪叔啊！不行，给我干嘛？给我干嘛？哇！发光的透明人就很帅吗？发光的透明，我给他机，我给他机，没中呢，我要继续换。哇！看到吗？你要哎、欸，我也有，我刚刚呼喊，我刚刚第一个是淘金者、欸，第二个是刺客，又一个。哦，是这么好、啊，刺客、啊！我还有2个碎片，我还有2个。没了，没了。谢谢。啊，都没了，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有啊？哦，谢老板。金装。那、啊、波波你在哪里？刺客的形状、啊。我在上面，怎么了？上面我抽到好宝物要给你啊！我来了。哪个方面？我在家门口。欸、他们大举入侵、欸、好可怕、啊！我在团团后面。你在团团后面想干嘛？这个他们用包冲，有人包冲，他进来，哪里？进来，进来，进来！先打爆冲，他爆冲！是，跟着，好可爱哦！哎、欸，随便。你要玩成帅哥，还没完成的梦。对，我看我能不能当到屁王，好想当哦！不，这给你后面。嗯，放副手，谁打你，你就可以吐他。没有铁簪吗？谢谢哦。铁簪吗？没有。吐的满头黑。啊，你走侧边来啊！那我去吐他，去吐他。我又变回套。但是你被打会吐。对啊，我让他打我、啊。好，打我。你做那个铁针出来啊。OK， 我再做。哇，东西好满啊。哦，渡人了，渡人了！又变回淘金者了。有没有牛排？我有好多牛排。有个，我有。金稿在哦，好哟。阿纪有听到？你们啦，阿纪上阿纪，有没有听到？五金稿，不错啊，不错啊。然后不是要给你不是吗？家里了，我送家里了。我给我碎片，都不能染，他都不能再染的。刚刚哦，巧克力丢了一堆隐形药水给我。我糟。然后我喝下去才发现，对哈，我对隐形免疫。你是骇客啊？哦，白给你了。啊，你不是应该要死掉吗？没死啊，死掉啊，是没有用，喝下去才会死啊。哦，啊，爆冲了，巧克力，他想要打我。哎呀，没有，他走了，他走了。他走过去，打我，快点打我！有，嘿嘿，哎、欸，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嘿嘿，碎片，到僵尸，啊，打我，让他打我，僵尸冲啊，打我、哦！我看到你喷了，吐了，打我，看到你吐了，你吐的好黑哦，
打我！他怪怪啊！打我！技师坏！哇，你这样反啊！你被打死了！那骑士很凶。对啊，凶巴巴。哎、欸，哈记，哎、欸，我发现转职如果成骇客的话，上面会写技师、欸。哎，对啊，我上次就是。哦、对对对。哦，因为对你刚应该喝个药水了，你这样就可以直接死。魔法师，哎、啊，原本叫技师啊，后来改叫骇客了。哦，了解。哦，对，我要新的取名的艺术。因为技师怕跟骑士搞混。啊，你说治疗血的是吧？对。马尔济斯，马尔济斯，迪叔，你去哪了？迪叔，我来了，我来了。你刚才在这里吗？嗯，他对召唤师做坏坏的事情。好，来来，我弄他，我弄他。马尔，没事吗？没事，没事。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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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读！哎呦！哎呦！哎呦！读起来！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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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没有要举的意思吗？哎呦！是有一个想打我，他打不到我！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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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哎呦呀！哎呦呀！比如冲啊！比如冲啊！比如冲！哎呦！哎，对，里面怎么那么多我们家人？我们后退了，你为什么？你扣血了？是来看有没有证实的？你刚刚怎么都扣血？不要不要打嘛！毒了！哎呦！你为什么会打他？打他！我打他！你挖！啊哇哇哇！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我打！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抓僵尸帮你！哎呦！啊！不要打嘛！还有可爱的核桃在跳！有人好像往我们家走，好多人，好多人。哎、欸，怎么好多人？我去买个被河豚杀死了，毒了，毒了，三个，三个，三杀，笑死！有没有夸张？还有吗？我想说，那个河豚弄迪叔，他都没反应。哎、我操！河豚也可以三杀？自杀。哎呀啊啊！家里也是，家里也是，我们家也是，我们家也是。我们家也是哦，啊，我死了，大家都很多，哇，这个家也太多了嘛，可以的，拉起来，哇，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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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呀，矿都没了，因为我们也太开心了吧？是，你们是不是挖后面那一个、啊？我们挖上面那个，啊，我被打了，然后再挖上面那一个，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家里有人啊。快走快走快走！小雨，你有捡到那些矿吗？有。快走快走！耶、yeah ！想出来，还想偷挖、啊？快走快走快走！得钱！为什么叫你是？小雨小雨，我在这。我刚开核心无敌啊！哦，是你开无敌哦！砍他砍他剁他！等一下在砍我的马。啊！别掉了。好，没关系，我还活着。可能有什么？我给你牛排，我给你牛排。吃起来吃起来！救命！好多，怎么那么多？怎么变多了？就很多啊！我不知道哪些是你的。我都拿去招，都拿去招。对，我刚前面打了很多。哦耶！我终于下来了。啊！谢谢啦！口袋口袋另外一张牌啊！有钱呐！有钱！哎呦，这么有钱，都不招绿宝啊！哇！想来挖的那个金的金的。哇！绿宝僵尸超强。现在人好多哦，他好像特别比较强一点。我帮你解决他了啊，他帮他解决。为什么？他就是说好像，你是不是都忘了？我刚复活，他刚复活，我要休息一分钟哎，休息一下，真的是快一点。好，念掉时间，念掉时间。啊，好不好？等等，我在他们家核心没有人。我先退，先退，我的马没血了。好，夜晚。嘿。哦，三个绿宝僵尸。啊，快死了！嘿，屁王哎、欸！哎，为什么？太夸张了！我想玩。你会当屁王吗？体质问题。我想玩。你还不够屁啊！就跟哈基都遇到鬼是一样的道理啊。哦。为什么？哎呦。哎、欸，那冲过去了！我团团叮叮当，当当当，一阵左响亮，叮叮当，叮叮当。哎、欸，有人哎、欸欸，啊，刚刚又有人跟阿基刚碰到一样跑掉下去了。喂、欸，想打我的绿宝僵尸？哎、欸，
哦哟哟，绿宝箱还在。外线。好。谁救我？谁救我？嘿，来了！哎，很多人可以救你，很多人。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呸！哎、欸！哎、欸，大家都在死屁啦！还有五秒，还好我刚刚离得够远啊！死了！没有其他的啊！只剩我一个，笑得多开心！哎、欸，他们好多人攻过来，攻过来，他们开始附魔了！哎呦，暴冲速度值！哎呦，哎呦，精选职业谁？我们提前提示，提示，关我屁事啊！我啊！哎、欸，不要打我！我怎么还要死了？不要打他了！你马上死了！我看你是不是天选之马？我的不是啊，我的全家都别人身上。啊、不是我的补不了你。肥马，肥马，不是我的是超快马，只是他一直补不到血。我这匹马超慢。你的马小屁呀、啊！这就是我的全速。哇！你好，好慢哦！我从上面看都看到了。哎呦，对了吧？那那句话，我的人设好吗？这句话更好笑，你知道吗？为什么看起来跟一般人走路一样？不起啊，不起啊！太笑了。更起码的意义。对，跟走路没两样。我把我的，我打到好多跑路，我又要再休息一分钟啊！你又要休息一分钟。喂喂，烂吗？烂吗？红瓷砖呢？我的天哪！怎么了？超新的。哎呦，正常速度啊！哦，一般嘛。喷嘛？有没有灵魂碎片？我们也可以去转职。我也想要灵魂碎片。我有，我没有。你干嘛？你已经屁王了。我要住进去。啊，你要住进去。所以他给你，他想凑我们。我那一条，那一条。阿进，我凑对面就好。哎、欸，耶、yeah ！你要凑我？啊，不凑你，不凑你。他在讲反话、啊，他想被凑。啊，好。没有，不要乱讲。啊！大家都在家里，那我也不要走。天下无难事，哈基想不想要啊？哦，翘刺哎！啊哦，不能啊，不能！哇，是不能盾牌了。他都抢不到的是我的，我没有，我箱子里还有两个那个烟火吗？烟火，六十秒，没有啊，杰瑞应该是我吧？可是他说是生物虫，爆炸死者哎，爆炸死者。那、啊、是有人吧？啊、有人是吗？是你，每个人都有啊。他写说你是才是啊。对啊，你是啊，因为我看黄色它是空格，然后成为了爆炸死者，然后没有写。我们每个都是，他应该会有人特别讲说你是。哦哦，哎、欸，那这样也不是，不是我，不是我，可是我，我有粒子效果、欸啊。是我是我，他等于说你是谁啦？你是谁啊？有粒子效果的，有粒子效果的。哦，那你快跑！你快跑！我再重申点。60秒，上面金锭已经用成金砖的样子了，我的天！不是我不用的话，早就爆了，好吗？多了，对啊，挖超多，东西哦，进贡嘞，哦，要求进贡了好多绿宝、啊，进贡了28个黄金，哇！我要偷一些绿宝石去买成纪念品，买吧、啊！你要开始跑，我的30等是直接用纪念品灌上去的。欸啊我哎、欸，说实在，我已经40等了。哦，太多了，浪费，该附魔了。30等就可以去找个随便附个东西啊。对啊，不要浪费。附起来了，附起来了。分值挖矿，然后附个稿子啊。对啊，稿子附起来不错。也就玩跳刺。我在那边飞来飞去啊。64只是吧？64只是什么？我是在吃饭，我是在吃饭。哦，好好，我好饿哦，好饿哦，我好饿哦，好饿哦，好饿
子太饿了嘛。啊，没有，挖走，这屁好，把那个书柜挖走。哇，那被看到了，我放了。把迪叔在挖钻石、哦欸，你要挖跟我们讲啊，要挖跟我们讲啊。对啊，欸、我在挖钻石、啊，要一起挖。你怎么那么自私？我上一场不是怎么教你的？哎、欸，我都上供哎、欸，我自己都没在用。不是你去挖，有机会会有机会分赃啊。小雨，真的？哦，是哦，我在上面。哦，是哦。哦，经验值，喷泉，经验喷泉，喷泉。哦，布布莱西了，快去！快西快西，我来帮忙打架了。哇，只有一本，真的。孤狼，孤啊，孤狼，孤狼，孤狼，孤啊，孤啊。哇，感谢感谢，好棒哦！什么东西？我那个装还不错，选你选你。嗯。哎，为什么有的人掉绿宝石不捡？我的妈！哈基。咦，谁臭吗？嗨。点火，过去回人家一下，点一下火。有贵族吗？燃烧剑吧，燃烧剑。嗯，这有超多蛋糕。干冷锅。他们家的门口是假装有埋起来。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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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啦！哎呦，他今天把我顶下来啦！不得了啦！不是假的哦。哎呦哎呦啊！没有。哎呦哎呦。哎呀，是不是是不是该加分了？是啊，你账面钱花了。哎呀，我要住，我要住的。大礼包，大礼包，又一百多分了，搞爆炸了，搞爆了，搞爆了。而且是有耐久三的，正常啊，你哇，你挖吧。哎呦呦，哦，好，我走了，拜拜。哦吼。啊、我们的那个矿工们都已经疯了，他们狂挖猛挖，他们是金砖哎、欸，要看要求给你们弄、啊，超猛，卖金砖变成核心的形状了，那是吃饭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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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是他们挖我吃，我偷下去偷哪一个？好笑，加点等级，家里也有哎、欸，核心。好了，走，为他挖一下。好，哇，他在上面，他在上面，他是上面那个的。对，好惹。完了，我可以靠我的波塞顿。啊，波塞顿，回来了。我的画面好花。放火，放火，放火！原来我需要。我的眼睛。小绿，没办法放弃。好。为什么砍东西这么慢？我不是小绿精啊。我到底谁？我转钉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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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钉不去，好巧、哦，哈基。你看他来附我，骗子。杰瑞，小心，金镐麻烦，繁星点点，繁星点点，金镐，金镐，你身上的。金镐，金镐点。这个是我看一下，哦，减轻型。哦，这个，哦，这个是方块的。你身上，你身上的，你身上已经有。没有，帮我。哦 ，OK， 三十，因为我刚好。他黑。嘿嘿嘿，他打我，他就嘿嘿，地牙四兽之术，小李要今天小李，太有效了，对对对，很多的箱子，其实屁王很爽，好玩呢，弄完就走啊，对啊，好不爽哦，没死，你看我死掉哎，原来没了。他剩一滴血，罪恶之眼。哎哎哎！他的妈，打死了！罪恶值，好像不对。哦，怎么好像用自己人啊？哦，而且这还是玩拿他的黄金。我那么忠心的帮你挖矿，你这样带我？为什么？太好笑了！这每次都弄自己人，那有问题。那是运气。小雨。
黎叔，你又没讲。好难哦。我们刚不就讲了？有吗？有我说不行，然后你就没有理我。我想说好帅，我太小声。我觉得帝王就是你独一无二。我要抱抱，我要抱抱，我要抱抱。哦，我不会，啊、哎呦，你要不会炸我！我就说我要不会了。你在看，我看你玩什么？一堆宝，一堆宝。可是也没什么厉害的。你靠近就不行了。买、啊，好玩啊！你、欸、太多了吧。安全帽不就适合拿打那个的吗？安全帽干嘛？可以去挖挖核心用的、啊。怎么有这个啊？安全，這個、我只要想要再转。啊，那是继续转，正常的。再转。嗯其实超难呢、欸。旁边怎么有人？对，干嘛？还想打我的马？对、啊、你还有一把吗？哦、嗯，谢谢啦，嘿嘿。啊，哦，有了，睡啦。赌博如吃饭，我还饿着。箱子里啦。好、哦，耶、yeah。有两把，哎呀！抽，要抽到飘飘棒！哎、欸，小雨，哦，这个猛的嘞！哦，小雨来了，嗯，我保护不了你、哦，我打他，我打他，有没有一个幸运效果，然后挖核心可以多一次这样？好像没有吧？那会有点太猛，那不就是骇客吗？那是骇客啊，对啊。对啊骇客的被动技能、哦、没在玩，被动技能，可以当骇客，嗨，你好。乘二带乘二，丢两颗海龟蛋给我。那我不晓得会是谁啊？对面的做事的哦哦。哎、欸、，boss， 哎呦哎呦，没得换了，哎哎、我要吃饭啊！哎，哎、欸、什么了？中箭太多了！哎呦哎呦，很痛很痛很痛！我三加几？我三加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免洗消化，发现忘记拿。哦，不行，太痛了！ 哦，死掉了！你死了！没事，我东西都还在。我看到那个屁王，别、欸、回事！好痛！对、欸，我喷超多的钱的哦，在那边哦，钱超多的哦。不是你喷那么多，我们也捡不到啊！那个屁王，好久！哎，这里，帮你。不行，我们回去了，我们冲回去了。赶快去捡宝，赶快去捡！我看到他借遗体了。剩下就几秒。啊？十五秒，二十五秒。哦，他们好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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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石跟金晶石很多，什么都很多，什么都很多，不用担心。维尼绕右边，维尼绕右边，进我们家了，进我们家了。哦，进我们家，我们家骑士。啊！哎，你为什么死两次？三十七分哦，现在三十七分了哟。外还有敌人狂妄，现在三十七分了哟。我跟马英在看他。不是，我走了。我跟马英在看他。我走了。他进不去，那个马太胖了。对啊，他是马啊，他找不到路啊，他是怪马。那我要把他马抢来。不是啊，姐姐那不能射东西，哎、欸欸，好多箭矢可以捡哦，好爽哦、啊。二十颗绿宝石。哎、欸，终于回来了，凭什么、啊？好，我刚好像很多钱哦。嗯，全部都成为黄金的形状吧。好，他没追了。他刚停下来，换、哦、我们追他了。追他，好，我们要开始了。安心钻石，我、哦、来了，我听到了，啊、听到，听到，听到，啊、听到，这才是有啊。我们就住在那，在哪里？在哪？下面。哦，是谁住在深海的钻石？你输啊！你输啊！你输，繁星。输啊！瓜，瓜。我没拿到了，没有，你是不好的迪叔哦，坏迪叔，坏迪叔，感觉很难吃，嗯，往家里冲了，冲啊！收到一件，家里，我应该来得及，我应该来得及，好了，有有有，他被喷，哦，他喷钻石哎，五油五，这马好慢，好棒啊，不要提。有个隐形的，有人隐形里，家里吗？哎呦，妖兄，这样被你吓到了。哦，他们家有隐形。哎呦，迪叔，你怎么又讲？你这是坏迪叔哎。
快顶珠子，你坏掉的，快迪在这里，坏掉的脆皮。哦，你可以做个木门在里面啊，你可以做个木门在里面啊。是坏迪珠，你会你会在里面呼吸吗？你会吗？你会吗？你会吗？不会。那快跑！我劈了，我劈了，我劈了！我会抢到，看看会抽到谁。不要挖了。好，等一下哦。好，我到了，你挖挖挖挖挖。没有发现，没有发现，小雨没发现。有有，你是好迪叔，没事。没错，你重生会比较久而已。没有戏，没有戏啦。哎，那个团团团团，我也抽到屁王了，剩下换你了。哦，好，这个我等下还有一二三四五本五本。是谁？是谁？没问题。是谁？是谁？谁？看聊天室。我没有，我的脚下没有。哎，又是你，你身上好烫哦，坏迪叔。坏迪叔，没有，你在里面就好啊，你就在那边挖，继续挖就好了。哎，我们家很近。二楼的二楼，我来我来我来。二楼二楼。哇，他这样子太过分了，太过分了。那这样是坏福气，你还有呢。来来来，我保护你，我保护你，我保护你。什么事？哈哈哈哈哈！我提到，我提到，我要报复回去。巧克力。不，怎么了？你劈到我了。没有，我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哦，天啊！好臭哦！他竟然没有一个灵魂碎片。等一下，我有啦，我有啦，我后来啦。你在哪里？所以迪叔是按着左键在玩，是不是？在一楼，我在一楼。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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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给你，好不好？这个要顺便开一个技能，我挖两倍这样子。小兵人呢？交易，交易，交易，给你四十个抽奖。巧克力给你拿书，对不对？对对对，门口这里。好，没问题。来了，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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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起来，我有看到，我看到。转蜘蛛，等等等等等，来你下挖，你抬头挖，你抬头挖，你抬头挖。门口蛋糕这边有好多本，我可以跟你讲。我的一分钟，天天天天天天呐，真是好满哦，满满的。你是抽我的东西是？下去下去，你下去你下去，三二一嘿，下去下去，抬头挖，你要挖什么？你要挖什么？哎，是不是进去啊？巧克力弄到你这边好像也可以，哎，你都可以啊。下面我们，下面我们，下面我们，笑死人了啦，白痴哦！所以屁王也会屁到屁王。哦，你在打我的快吗？你先进水，你先进水。我们家后面，我们家后面有人了。嗯，我要去飞飞了，不要理你。飞飞，飞，好飞。我看到哦，那边重生点，还有没有粉质啊？啊！有人来了！啊，这是谁？小心哦！看看他们家。欸、我快死了、欸，白痴！我觉得我快死了。有人来砍我！你在哪？没事，被我砍死了，被我砍死了。哦，觉得、还有一个跑走的，我把他砍死了。劈到我，劈到我，劈到我，劈到我！你又劈到我了啦！啊，这样也会劈到你？对。喂、欸！哦，哎、欸，我们家，我们家，我们家。我们家两只哦，我们家有两只哦。啊，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回家跑的。没了吗？上面，上面的，上面的。哇！来哦！我去，大家。我反正我看着你，看好。来了。哟，我帅。我帅。我知道，我知道。我等下就去劈他。喷装惩罚，就给他，就给他，就他，就他。就是啊，他摔了。他先跑，他下去了。他在下面。我飞天劈，我劈了他们三个。哎，结界师。可以吗？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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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哦，超紧张。哎，他是你杀的，哎，他是你杀的，哎，他凋零死的，哎。哈哈哈哈哈哈！哎，我们家，我们家右边一个哦。我操，右边哦，嗯，要进去了，要进去了。我们还有没有击杀人的那个东西啊？碎片，我有促进器了。这样你抽到了？没有，我都没有屁王啊。想要抽？我要抽。干嘛、啊？继续抽。他上去了，他上去二楼了。两个。上去二楼了。所以下面有一个。有，先把它给看了。有手吗？先把它给看。要摆那个猪，然后放到副手。看不到路。哦，守护者。守护者。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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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个被挖钻石的小心哦！不要，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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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我小脚空空。啊啊！被不要，被不要，屁！我屁啊！有没有屁到你？我屁到你！臭，很臭！
王北北不要，我还抓了一点距离。吃起来你要吃，你要吃，你要吃。我没有啊，没事没事没事。五十秒说什么？水里面还有一个，它是海灵晶体耶。我那都假的，还可以活着吗？好可怕，滴血双可怕。那就我们去双 P 初级啊，黑西盖。哎、欸，那你们两个身上有没有金那个啊？他没有啊，就跑了，他怎么能干嘛？啊啊，我没有。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他想要促进器的那个啊？对啊，我有。你要几个？挖在哪里？就一个。我还有三个假的。啊！我要把假的丢掉。这样子给你。好多假的哦。团团哪？你在哪？啊，我在。啊，看到你了！来来来来来。团团，我给你。啊！我拿。都飞起来了！谁看我？你是不想要？我捡走了，我捡走，不想要。哦，你这么不想要，我拿走了，我拿走了。我们带钱，我们带钱。要不要吗？对，两片。我们带钱包，我们带钱包。哎，哦，好多！不是你，你要知道，我快捷键很满，我快捷键都要放那些道具啊。而且我看你没有飞起来。哎，还有没有警告？哦，你在水里飞不起来。哇。呵呵呵，想让人家飞，起码都飞不起来。买那个啊，无限啊，火焰啊！我拼啊，我拼啊，我拼啊，我拼啊！嘿，很害怕，很害怕。哈哈，看来是要加了，拼到加分喽！加分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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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碎碎！屁王没有啊？这里怎么有个陷阱洞？嗯，谁是谁？我觉得这是协同问题。哎、欸，我刚吃完，然后转职成暴食者，他就直接判定我吃东西，我就死了。因为你还有饱食度。傻眼！我这个应该没伤害吗？哎、欸，有哎、欸，我伤害几可以有伤害？哦，帝王 bug。还没想，还没想。哦，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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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死！转职，好了，我要去。我要去吸他们。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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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h my god！ 还有我在楼上，吓死我了。吸宝石。没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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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这也让你们飞。我要吃宝石。哎、欸、哎、欸，这里有一只，这里有一只。不能看太久，不能看太久。哦，豆豆他一直摇头哎、欸，我看不到，我站在马上我是看不到表情的。哇，不呀！在那边讲，哎哎，还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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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会呼吸到团团，没有哎，还没讲还没讲还没讲，他很难控制自己，最后一个，哎，他烧死了。屁王会让那些抽奖的道具超强。团团结果，团团结果，这要屁了，这要屁了！啊，我要中你了！哎、欸，完了！你快来，你快来，波尼来过来！啊，你补血，补血，波回去补血，波回去补血！哎、欸，啊，波你被打！哭啊！他最近，我让他飞，我让他飞！嘿嘿，哭啊！啊！团团结果，暴食者啊！你现在是暴食者啊！啊！为了被吃死，吃东西！啊！这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太饿了，太饿了，习惯性啊！牛排直接吃。哎呦，哇，好多牛！要打吗？啊！小心小心！好，没事，马厩回来了。不服啊！我抢救成功！我呸！我呸！我靠！我靠！我去！到底是不是又？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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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远，我很远。啊！小心，小心！我很靠！哎呀，抽河豚！什么河豚？哦，放的。主要这个，这个，这个，哦，哎呀，你快开始，开始啊！啊！哎，我怎么掉了？我要去打，我去打，哎，不要打！嘿！啊！站点任务。我在摆设哦，站点，站点。小雨有碎片，我要追着小雨走。我他们看着先回来暂停，还有呀，我来带。对我们一大堆手榴弹可以丢哎。哎呦喂呀！来，我有三片给你。哎呦喂！我们可以买手榴弹。哎，我吸回来了吗？对。我看外面有迦南平原，我可以飞过去吗？迦南平原。你要让自己飘飘飘飘过去吗？起来呀！嘿嘿。
这个马可以飞起来吗？过来啊！好像可以耶、欸。他好像没有屏障哎、欸。什么？打死了！骇客！我飞到地图外面去了。太神了吧！我怎么骑到马的白痴啊？叮叮，都可以飞到旁边啊！他到底干嘛在前面？要帮你屏障哦。哦，你可以吃、哦、我飞完，我飞完，又变孤狼了。黑客，我们变成……我看他们有人在追击你哦！空中屁，空中，空中屁。空中屁，这是怎样啊？他的马很快，好可怜，哭了。你怎么可以骑那么快的马？好可怜，摔你呀！呸！屁了，白痴，乱讲啊！你是不是在报仇？没有错的。哦，好痛，那你的屁很痛。坏坏。哇，他现在还对你丢那个？对啊，很坏。然后飞起来，他飞起来，还有这个。嗨，哎呀，注意啦！家里被挖了。啊！竟敢弄我们家？对喽，我上过喽，两个，两个，上下各一个。上下齐手。我骗他们，然后再用三叉戟打。真是氪金职业，要干掉一个，另一个没办法。他下楼了，掉下去。哟，杀了。注意啦，很棒。屁王守家也是没问题啊，没有挖就回来了。嗯，很棒。你说挖成我们家的吗？因为他刚刚右上角突然跳一个什么你来乱的，对他应该是那个侦测错误吧？哦，侦测挖太快了。对，同时挖到，好像可能就侦测到了。哦，那他还盖家，你不要理他了。好，真的太把自己，但我完全没在手了。嗯，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叮叮当，有啦有啦，外面有人了啊！我被弄下来了啊！对不起，小熊熊，我看他自己感觉想要放屁了。你跑，小鸡鸡，真的小鸡鸡。我没有勇气的象征，我没有龙手。为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啊，团团？因为我刚转职啊。啊！我打到你马，没事没事，我的马死了。飞起来，飞起来，啊！我不能拿盾，对吼，白痴！带马走啊，凋零死了。声音有飘飘棒，他那种飘了。我们都快点，是不是？飘起来！我饿了，我要去买东西吃。飘起来！飘起来！摔你！摔你！你没有个铁定吗？对啊，他被我弄死了。好了，达成成就了，全套保护式正装。哦，不用挖啦，不来打啦。啊！出来打架，都打架！等一下，给我进没有？我们家，啊！我要死啊！超越死！哎、欸，那个盖家是骗人的，他在那边偷射我。啊！叮叮当，稿子坏了。你稿子坏掉了。啊！叮叮当，还咬我！你的骗子！送回去，谢谢。啊！劈他！劈他！我没有劈啊！再下来了，我不是骗人，他刚射我，你是骗子。我让他飞，让他飞。哦，屁！咦，隔壁他发现你了，发现我有这个不死图腾，你要不拿？我死！没有危险，我靠危险，没有。不死图腾，我捡不起来，哎，没事。没有啊，我砍到那个，这是我的秘宝。接斧棒，爆炸唯一的大秘宝。家里有，家里又来了。家里这好难射哦，三叉戟真好难哦。最终阶段，然后又喷给对方就好了。你家里有三叉戟吧？他是不是自己刀自己啊？我丢的。哎，还有被炸。嘿嘿，掉下去。啊屁！屁起来！哎，屁起来的话，我在想一问，啊，有点坏，这样好像有点坏，哦，哦，阵营生命减四，阵营生命减少，不错哦，哇，有人用反甲哎，阿锦在干嘛？我在
棒棒棒啊！没有，我的屁海很久不跟你搏斗。他在瞄准欸，为什么落地会爆炸啊？有人在炸他是不是？哎、欸、嘿，哇，要结束了是不是？快、欸、了，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哇！我到了，现在没到，现在没到，我到了，还没到，我也被打跑了。哦，掉下来了！我看有人从上面掉下去了。好，轻轻锵锵，轻轻锵锵，轻锵锵，轻锵，现在没到。我吃东西。等一下，我们700生命是怎么回事？破千了，破千了！大家同时一起加嘛，加一加就变掉。我是防心在用。啊！过来哦，打架。打架打架打架，直接打架！上不去，只能打架。我们家也是被挖了。我们家，好，冲一下。啊！我们是谁在挖？坏掉了啦！啊！他们搞高啊！回家。为什么要搞高？哎呦！没有了。谁在我旁边啊？我铁定。我的眼睛。去做吧，孩子。OK。怎么你怎么死了？啊！因为我刚一直凋零。还不自由，还不自由，还不自由！哦，原来是你呀、啊！叮叮当太多了嘛，帮忙一下！叮叮当，临阵打响铃。为什么满地会有绿宝石啦？财富自由啊，财富自由，财富自由了！这里在满地绿宝。我挖好慢啊！兄弟，啊，怎么又是我？是你丢弃了。他要打你，我让他飞，他打不到你了。快传，然后下来就三叉戟，三叉戟。小友发现自己突然变很有钱，我本来就很有钱啊。我一直在外面打架哎、欸，我一直捡对面的，我才有钱啊。Hello， 你看我的嘴巴一直动。然后打到我的铁剑都要断了。慢慢的，慢慢的，看满心比较小，他满地在吸钱。我要吸，我看起来好炫富哦，怎么会这样？哎、欸，小雨，对，可以穿呐。你要是你的马穿，你那个是哭啦。哎，哎，我可以了，发了，抽奖的。哎呀，在我边。哎呀，跟说，哎呀，差一个才能换。哦、哎呀呀呀呀！哎哎哎哎哎！你看你后面有个红色的，我想劈他。好，你劈到我了，你等下。哎，我了。我知道你想要放他，你不想放到我。合理。啊呸！那河豚多可爱啊，跑来跑去的妹子。Go 追。58分还有两分钟，再守一下家，你不用守了700分钟挖的时候了。这个看起来效率死有没有？阿静，你去吃个水果就可以结束了。啊，吃水果是吧？啊，哎，对，这么强。啊，我专门给阿静吃，一吃就可以了。吃了，好了，我吃了，吃。好，地瓜果。再吃一次。再吃，阿俊还有啊，87秒，人不够，好像一次只扣一点点，结束了，我们还在复活，还可以被死，对啊，复活还可以被死，我刚才那边连死两次啊，可怕，213次，手不酸吗？
手酸啦，两个手酸了。哇，小李三三十六个。哎，我是大胃王。跑车被追。最后你最后，嗯。跑车。看那个。又出。是。嗯。哇哦。我刚刚说听到什么？363是。嗯，没有，我很饿啊！哦，为什么有人可以走这么久？302，我都抽了363次啊！不为过是不是？不为过是不是？我才是真正的大胃王！不是啊，他们挖矿挖太多了，超多！他们一直挖，1317，我的下面是金砖。哦，两安组的那个黄金的金砖，金砖、金银子砖、红绿宝石砖，就可以抽爆了。两组被我拿去换炸弹了。哦，我刚想说下去怎么没看到金砖呢？这一组去换掉了。对啊，被偷走的。偷走。哇！好了，休息啦，休息啦。谁死就都死啊！看一下，哦哦，好厉害哦！奥尼尔，奥尼尔，奥尼尔，奥尼尔。好啦，反正就这样吧。第二场观众场就真的可以过往休息啊，蛮开心的。啊，感谢各位今晚收看，不辛苦不辛苦，我我先说，我这礼拜六不知道会不会休啊？礼拜日会休息哦，因为礼拜 日那一天，如果巧克力有揪，我就完了、啊；如果没有揪的话，那一天就休息。好，先这样啦。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拜拜。其实维尼打蛮凶的呢，让大家欠打。好，各位晚安咯，拜拜。